由杜文泽、余文乐、邹凯光、曾国祥主演的飞虎队电影《飞虎出征》将于7月25日上映。片中有一场四位男主角去嫖妓的戏份，余文乐与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刘安琪一同演出。刘安琪更是半裸上阵，不过导演亦对女性十分尊重。当要拍摄此场脱衣戏的时候，亦要求剧组清场，让刘安琪能够放胆演出。安琪表示拍摄时间相当紧张，不过彭浩翔有一直跟他说不咸不淡的普通话逗他笑，让他轻松下来，而且乐仔亦非常有绅士风度，令他能够放心演出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